唱歌，发动的劳动者啊，勇敢地站出来，为了我们的权益，不怕那个牺牲。反共先生们啊，我的同志们，为了明天的胜利，誓死战斗到底。杀杀杀！华龙员工大多是苗栗人，都是年轻做到老，一生的黄金期间都奉献了给华龙，年资大都已接近退休，连棺材本都被剥削，是否公司吃定我们苗栗老实人啊？对，请行政院拿出你的公权力，为我们华龙员工讨回公道。他现在呢，要我们放弃资遣费、退休金，就是要我们转到保安全部放弃，我们不要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法律给我们基本的。可是如果不同意他的条件，我们就只能领七成薪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他还会逼我们，把我们调来调去，逼我们自己走路，就是要逼我们到别家公司放弃几十年的年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在华龙已经工作了，我是17年，但是有一些哥哥姐姐们都是30-40年也有。我们的一生都奉献给华龙，但是我们的老板给我们的是什么待遇？从89年开始，根本一毛钱都没有调薪，更别说什么年终奖金、什么三大姐、什么奖金，我们完全通通没有，还变相的减薪。什么要达到130%才能领得到全薪？否则的话，七成薪，然后变相一直降，降。降了几年，到现在，有些员工坦白讲，根本只有领基本工资。今年领的是18780，可是家里有几口，像有健保会、劳保会啦，这个扣一扣啊，有些人说领得到15000就阿弥陀佛了。各位，请教你们，这种日子要怎么过？这个是怎么样的老板？所以当了老板，他吃肉啊，我们连喝汤都没有啊。那你，我们要社会帮我们讨个公道。华龙的伙伴们，大家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说吧，就吧，说干就干。资方现在也刻意不发薪水，现在我们5月份的薪水还没发完。5月份的薪水，县长叫他6月20号要发，他也不发。叫他提出方案，他也没有提半点。这不是不是挑明就是跟公权力挺战？我们罢工20天，对不对？对。6月现在25号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6月5号开始罢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样算起来，我们5月还在工作，对不对？还在工作。他欠我们工作的薪水，对不对？他竟然还敢讲，说如果你们不工作，他就没办法付你们钱，这是说谎，对不对？好，资方说谎的。营业额达到15亿，我们就发100%的薪资。没想到，那如果不到100%的话。好，不到15亿的话，我们就发照收入支出去减。所以基本上就所以呢，91年到92年这12个月当中，签署下去15亿以后，没有一个月超过10亿。用他子公司啊，嘉旭啊、竹汉啊、竹邦啊，用他的名义出货啊，你华龙
根本都没有营业额啊。我们放弃退休金，他都是用这个啊。我们是希望他把我们的退休金资遣费结清以后，你要怎么，你们公司还要怎么生存，还要怎么转，转到什么法案什么，他是不关我们的事。法案的律师啊，他说法案跟华龙不同家公司，你们公司罢工不要影响我出货。各位啊，华龙跟法案是不同的两家公司吗？不是。如果是不同的公司，这家公司可以要求员工调到那一家公司吗？不是。如果是不同的公司，这家公司可以欠钱说那一家公司每个月还三成吗？不是。所以啊，只有这个眼睛被狗屎扶住的人才看不到华龙跟法安其实是同一家，对不对？200多亿的公司你都可以搞到剩下五个厂，都可以搞到剩下一个厂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法安公司1亿5000万的资本额，一样的厂房，一样的机械，一样的人，你说他做会赚钱啊？我们以前做都会亏钱啊。你怎么跟我解释叫我相信呢？劳委会的处理是责成地方政府先以协调啊，协调就是啊，地方政府协调以后啊，送劳委会啊，劳委会公文又来啊，责成地方政府再以协调，就叫再协调一次，就再协调，再协调。你要到哪边去找啊？劳保局他也有来关心我们，他说你们薪水没有的话，哦，我们有工资垫偿基金，你可以来申请垫偿基金。问题是前提要一个，你华龙公司要申请歇业，按你苗栗县劳工处要拿到歇业证明，你才可以去求薪资垫偿啊。他不歇业，他跟你摆在那里，你要怎么垫偿？那么我们要在台北两天，我们有很多心声要跟大家说，但是今天欺负员工，汪家兄弟赶快成功。